主料：鲩鱼500克，酸菜200克，辅料：姜丝、蒜段、番茄1/3个。料酒：糖5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换鱼腹，清洗干净，用油、盐和料酒先腌制一下，酸菜洗净，切碎，鱼入油锅，煎至金黄色，捞起待用，下姜丝、蒜、番茄和酸菜翻炒，最后加入鲩鱼一起加半碗水和一小勺白糖，煮至差不多水感，加盐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酸菜里头可能有沙，要清洗干净才行，鱼先煎一下，肉才不至于散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